倡导更快地解决与1963年马来西亚协议有关的事项。汤宣布将扩大与昌黎政府同在1周年活动到全国各个县镇。印尼乌拉皮火山喷发事故的所有遇难者遗体已经寻获。Salam Malaysia Madani, 平安。